干什么呀？打呀，小鱼，你把那星球拿。去录像厅了，带夏总带你一起去。你，啊，哎，你干嘛呀？起开，跟你没关系。我认得你，你是五班的张俊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爸是公安局的，你别乱来啊。我哥们是玛丽，他昨天因为救你，现在还在联邦队，他是去救你，不是去堵你的。你不去联邦队解释清楚。我不能去。走，走。我要上课了，我先走了。他要是出不来，你也别想回家。走。啊！你放开我！我真的不能去。张旭，干嘛呢？你真是个害群之马。人口迁移呢，一共有三个标准。啊，第一个呢？是一定要超越一定的行政界限。第二的一个，就是要必须改变居住地。第三的一个呢，就是改变居住地以后，还要保持一段时间。记住了啊！你为什么在这儿？打人。又打人。你呢？我找人。胡小飞，我是在后面。啊，你下午去我办公室一趟，各班级交上来的稿子你先校对一下，有一篇不用校对，没有过，我在上面标注了。知道了，坐下吧。小飞，这是你爸参加厂里的技能大赛赢的奖品，他特意给你挑了支钢笔，拿着。别收拾了，你去学习去吧。是又喝酒了？哎呀，走开走开走开，不用你管。哎，你腿这是怎么了？摔着了呀？哎呀，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跟新来的领导一个样，三管闲事，看他怎么拼两块。好了，那你别学习了，你。我来到这个世上，为的是看太阳。这是我所理解的青春。抓住！哎，一会儿绕我的耳朵。那有小飞的吗？
是哪儿啊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我都没带别人来。太晚了，我不回家，我爸爸要说我的。你真的不想看看？可好玩了。要不，看完了我送你回家吧。那你回家晚了，你姥爷不说你吗？说我，我跟他顶嘴。我不敢跟我爸爸顶嘴。那我帮你跟他顶嘴。我害怕。不怕，我保护你啊。那你说这会不会有老鼠啊？老鼠有什么好怕的？回头我给你捉两只。你别吓唬我啊。你要是怕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听。好呀，那你会什么故事？你有没有听过卖火柴的小女孩？天冷极了，下着雪，又快黑了。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，大年夜。在这又冷又黑的晚上，一个小女孩赤着脚在街上走着。她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还穿着一双拖鞋，那是一双很大的拖鞋。叔叔，叔叔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那天认错人了。跟踪我的人不是他，他是帮助我的人。我那天认错了，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你看清楚，真不是他？真的不是。哎，你们这群孩子啊，成天到晚给我们找麻烦。看什么看？关你一晚上也不委屈。过来把表填一下，通知家长来接人，你也填。家里没人，就我奶。姓名住址总有吧？行，后面坐着，等着吧。害怕吗？对不起。没事。唯一疼他的奶奶活着的时候告诉过他，一颗星星落下来，就有个灵魂要到上帝那去。小女孩又擦着了一根火柴，这一回火柴把周围的全部都照亮了。奶奶出现在光亮里，是那么温和，那么慈爱。奶奶，小女孩叫起来，请把我带走吧。我知道火柴一灭您就会不见的。像那暖和的火炉，喷香的烤炉，美丽的圣诞树一样，就会不见的。然后呢？小女孩接着擦着了一大把火柴，想要把奶奶留住。一大把火柴发出强烈的光，照得跟白天一样亮。奶奶把小女孩搂在怀里，他们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。越飞越高，越飞越高，飞到了没有寒冷、没有饥饿、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。他们要飞到哪里呀？他们去青岛吧。爸，我坐。哎哎，忽悠事儿是吧？干嘛呢？要打孩子回家打去。给我滚回去，回家再收拾你。
滚啊！来来来，把字签一下。爸，我得去上学了。为什么过不了？作品有作品的规则，选拔有选拔的标准，你不符合就是不符合，你没有什么好委屈的。那标准是什么？是不是我这个人就不符合你们的标准呢？你爱读书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样一句话：人最珍贵的是自由意志，但最需要的往往又是认同感。罗琪琪，这本就是两个互有悖论的因素，你选哪个？还不得是错是吗？罗琪琪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学校，这不是你家，你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了，看不上学校，看不上老师，你要什么都不在乎，你就到那个乒乓球案子上给我站着去，什么时候认错什么时候下来。别退！这是学校，这不是你家，你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了。都是一样米养大的，怎么就你跟别人不一样呢？你跟你老爷子一个样，从来不替别人想，都那么自私。起来，站教室后面去。周韵的钢笔是不是你偷的？就是你拿的。哎，三只手，三只手，三只手。谢谢。人最珍贵的是自由意志，但最需要的往往又是认同感。罗琪琪，你选哪个？没事，我们继续。我觉得老师他不喜欢我，他总说我不听话，但我不想听他。
你只在意别人的目光，那以后的日子不好过。为什么不能在意？会很辛苦。我怎么觉得你比以前好看了？我怎么也觉得你比以前好看了？哪儿好看了？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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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那儿。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你从南郑走以后，我哭了好几天呢。我问我妈你去哪儿了，我妈说你进城了。我那个时候哪知道进城是什么呀？我就看电视上的东方明珠，我还以为你去那儿了呢。那你呢？后来有一次我回南郑了，我姥爷葬礼，但是我没看见你。你走了以后，我爸的工作就调动了。我们家去过许多地方，渭南、安康，反正我爸去哪儿，我们家就去哪儿。我初中的时候才来的汉南。你说汉南这么小，我们怎么会遇不到呢？就是，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你的吗？我来到这世上，为的是看太阳。这是一个俄国诗人的诗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我一看那篇演讲稿，我就想起了你，然后我一看名字，高一四班罗琪琪，我就知道
琪琪还是琪琪，琪琪没有变。我来到这世上，为的是看太阳，和蔚蓝色的原野，和连绵的群山。我来到这世上，是为了看大海和百花盛开的峡谷。我与世界面对面签订了合约，我是世界的真主。我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冰川，我创造了自己的理想。怎么样？嗯，我要回去记在本子上。嗯，好。走吧，咱们一起回家。嗯。我到家了，再见。罗琪琪，我们一定要明天见。嗯，我们一定明天见。你也快点回去吧，走啦。是我们班写的最好的，老师让你明天准备准备，上课给我们讲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明天也记得跟老师说，演讲比赛还是要参加的。曾老师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的演讲稿。我很喜欢。你呢？你对自己的演讲稿满意吗？我觉得我写的就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，所以我挺满意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在意我的观点？我说过，写作和作文是两件事。作文是一种提醒，我作为老师，我可以教给你解题的思路和方法，但是写作不同，写作教不来，因为写作是通过思考和感受创造出来的。
所以说写作其实是自我梳理。当你开始写的时候，就代表你在观察这个世界，你在关照自我。这里边没有对错，只有自我。不要让别人给你的自我打分。我们的生活中有特别多的评判标准，是不是个好学生，是不是个好老师，到底是60分还是100分，各有各的标准。但是有一样，我们一定要坚定地守住自己的内心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自我、坚守自我的。如果一个人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，那么慢慢的，这个人将活成别人。所以，罗琪琪，我喜不喜欢你的演讲稿，其实并不重要。我来到这世上，为的是看太阳，这是我所理解的青春。青春的幸福，是已经失去了青春的人们的一种幻想。他们在对现状不满时举目四望，终于回溯到那条来时的路，于是年轻时的那条道路就被裹上了一层糖衣，被眼前的窘境凸显得熠熠生辉。我却相信了一个被溢美之词填满的青春幻想，我怀揣着这份幻想踏入憧憬的青春。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，那些被铁链锁着的岩洞里的人，他们面向身前的岩壁，身后是他们无法看到的光源，他们只注视着光线投在岩石上的影子，并试图发现这些影子之间的关系，直到有个人挣脱了脚镣。这就是我来到这世上要看的太阳。其实我们俩的教室就是一个楼上一个楼下，哎，可就是这么奇怪，上了大半年的学愣是没见着。哎，这次参加演讲比赛就给遇见了。哥，你说这是什么？缘分，就是缘分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搜集的磁带，你喜欢哪些，我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哎，秘密啊！我给你看，你不准给别人说。啊，
我不跟别人说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都是什么？这些都是我认识的男孩的东西。你偷的？这些都是不重要的东西。你看这坏掉的拨片啊、笔帽什么的都不重要。你不准跟别人撕。这人谁啊？能把你迷成这样？他叫王征，可厉害了。他是他们学校乐队的吉他手，他自己还有一个乐队呢。我们院里好多女孩都喜欢他。你都不知道他唱歌的时候有多酷，简直酷毙了。那他人酷吗？酷啊，特别酷。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注意他了，人家根本不搭理我。你这么漂亮，他肯定知道你。就是就是，我也觉得，说不定他早就注意到我了，只不过看我天天闷在家里学习，不好意思打扰。不过我跟以前不一样啦，我长大了，以后可以一起玩了。你看到那个台子没有？嗯，王征哥哥的摩托车就停在那里，每次他出去的时候我都能够听见。每次我家里打架的时候，我就会看向那边，要是有摩托车经过，我就会觉得没关系了，不疼了。好听吗？这就是王征。好听。你呢？你有想到的人吗？你别骗我，我看这个可准了。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日子还长嘛。对，日子还长。